这是上三天的五 A 航行，这是餐厅的，总共有158.6平方米的各房。这是比较豪华设置的安间，所以各房的餐厅都是蛮大的。厨房是包括所有的那个设备东西的，厨柜、那个电磁炉，所有的不包括冰箱。然后的是，就是他们的三房加一的。他们在用一个小房做工作，这是卧室，两个卧室是比较大的卧室 ，view 是很好的，截面是 FC 的，通过那个截面看到那个三环高架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空地，以后他们。主要做的调和湖、人造湖的截面，还有一点点看到那个Viettel 的办公楼，卫生设备是。都是进口来的，比较觉得感觉是比较很好的，很安全感。这 view 也非常漂亮，玻璃的是采用三层玻璃，所以噪音在外面是没有听到。就是角落房型，所以是很好的。控制所有系统的灯啊、窗帘啊，都在用那个的电子控制。前面的是，đằng trước này là hướng gì nhỉ em nhỉ? Em ơi, Hải ơi, đằng trước này là hướng gì? Trước đấy là đông nam chị. Trên phía trước là cái là đông nam phương hướng, là rất là tốt. Đây là San Salvador, vị trí ở ngoài kia.这是圣塞圣德的前面是三环高架，前面走的往前走的是三号轻轨站，只需要走路5到7分钟，然后的你可以看的那个 landmark 72和金南大厦的。